是林姐姐和她老公。偶像剧走进现实就是这画面了吧？林志玲2019年与阿基拉结婚，育有一子，婚姻状况相当幸福美满。婚后鲜少在荧光幕前露脸，上周老公阿基拉在超犀利趴演出，林志玲在台下手舞足蹈替老公加油。受访时表示目前没有新的工作计划，生活重心将专注在家庭，但也向粉丝喊话：“姐姐，我还是会一直陪伴大家哦，我们要一起热情工作，热爱生活，好吗？”夫妻情深的两人，昨日就被目击现身巴黎凡尔赛宫，手牵手约会。画面极美，宛如偶像剧，不少网友纷纷大赞，真是神仙爱情啊！最闪就是这种低调的幸福，